来，这个叫扇形的剪法啊，一片一片的。好，按来，你拉的话，慢慢拉，皱褶让它平均就好看。这人讲的有做手工的啦，哦，有没有？因为一般鼓手很难去用，很难去像这样手工补，啊，没有办法，大家沙发都是坏这个部分。一样，长度剪出来。我只是稍微剪一下，让你们了解说，哎，这个怎么补。好，这样子，把它一直包进去。啊，像这样，你看。有看到白白的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教你一个方法，你不要看它白的，我们从后面，我刚刚是故意错误的示范，我们从后面这里，由后往前，啊，一边贴一边调整你的皱褶。啊，这样就看不到白白了，可是你从这边看就看得到，因为我们都是往这边的角度来看。好，来，一样。这样，扇形的。慢慢贴，有没有？当然，像这个不好看，你要自己再调整啊、哦。比如说，我今天不喜欢，那是因为你在还没有快干之前，在加强之前，因为我说过的角度的地方不是我们专业的，不是你们专业，都是要专业才有办法。我给它稍微拉过来。让它平均，不要再固定一个地方。好，这样，对，好，这样是初步的。啊，如果今天客人来，我们从别的换个角度，你稍微让客人看一下，这边拍跟这边拍，跟拉远拉近，它的角度就不同，感觉起来还好。可是你。这种修补的东西近看一定不漂亮，可是整体感来说还 OK。啊，那如果说你今天啊，我说这里这个皱褶不太好看，哦，没关系，我来教你这个，也是一样，你等下剪这个弧度出来，哦，剪这个弧手的弧度出来，就这样直接贴。哦，我们不想让它皱褶那么明显嘛，我们就稍微贴这样，啊。就整个皱褶盖过去了，然后这里一样压进去，啊，你就剪个形状。当然了，这是因人而异，好不好看是因人而异。啊，这时候我只是稍微示范，让你们了解说，哎，这个贴起来的效果。不好意思，刚刚这里没有贴。好，这样子。好，
你说这样子好不好看，因人而异。我只是给你们说示范来，我们也是一样，从不同的角度，哎，正面、侧面，让你看一下。好，它这样侧面的话是不太看，看不太到，正面的话是还 OK。哎呀，因为扶手是最容易坏的地方。好 ，OK。